夫人立功，满城百姓称赞阮是美人配英雄，讲阮是天生一对，地下一双啊！你真希望会当替你分忧解劳，我哩，你也是甲医生同款，这么温柔啊！公，你嘛是甲以前同款，这么疼惜我。我哩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，希望你会当实话实讲。
国王请水。现在我是不是变得真歹看？在我的眼中，国王就是国王，并无改变。你讲白贼，信妾皈依世尊，欺凌王爷。我现在变成这款的模样，你竟然阁讲我无变？国王，我伫伫咧看人，并不是看伊外表，我是看伊内心。你袂嫌我肥，袂嫌我歹？当然啦。变作什么模样，你永远就是我的父亲，请国王相信我的啊，我的。
心念怪病，我唔知道要你何时好啊！臣妾真想要帮助你，也不过我无能为力。国王，咱来去见世尊好吗？世尊，世尊是无上的智慧，会当帮助世人解脱烦恼。国王，眼前嘛只有伊，才会当帮助你。也不过，我现在变成这款的模样，我实在真见笑啊！国王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，只有等到国王解脱的一天，我才会当真正解脱。国王，假使你若是真正疼惜我，请你听我的话，来去用世尊请法。我你不发难故，国王，你千万要把握姻缘啊！明日，你陪本王前往京城，向世尊请法。臣妾遵旨。总算到啊！
世尊已经恭候多时，国王娘娘请。向世尊顶礼。现在，国王，你。世尊，因为我大苦性病，所以行动无方便，请世尊宽谅，我无法度参拜呀。不要紧，国王，你可坐在。我心病，哥，你健康如何呢？多谢世尊。现在，哥，看你真喘，行动嘛真无方便，一年不见，你改变不小啊。世尊啊，我唔知做虾米业，身躯一直大苦起来，为家行动困难，连坐都拢无方便啊，一边断颠荡，连喘气嘛未自在。
世尊，国王有看过大夫，嘛有吃药啊，确实拢无效。阮大家唔知要如何是好。世尊啊，你是大医王，请请求，教阮的疗法，甲阮讲。要安怎才会当恢复过去平安的生活？国王，你有如此病情，受我将原因，我将原因。